竟然这么给力，我也给你们一点福利，就一下下。阿公，来个经典。林俊杰秀冰块腹肌，谢粉丝，大咖歌手霸气直接亲上去。JJ 林俊杰连三天在北京鸟巢开唱，三天大来宾来头都不容小觑。他为了给粉丝惊喜，甚至还欺骗所有歌迷。但是这首歌是一首对唱歌曲，所以需要你来配合我，可以吗？真的，等一下女生的部分给你们唱啊。我可以跟着，珍贵。等一下。如果这时候原唱来跟我一起唱，该有多好！熟悉的蔷薇，此生而不自觉，你值得被疼爱，你都有我的期待。绚烂后枯萎，经过几个眼神，有你在。我记得我跟 Jam 第一次在演唱会的舞台，应该是在很多年前的这个广州演唱会，来他的家。对，当时我19岁，你29岁。刚刚这个特点，我觉得来合照一下，好，好吧？我们好像一个什么什么战士一样。美少女战士吗？美少女战士。好像是这样。你也是听我的歌长大的。对，当然。大家是不是听俊杰的歌长大的？周深全程超级紧张，疯狂鞠躬。我看你还是乖乖唱歌好了，科科。演唱会来到尾声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博眼球 ，JJ 竟然放大决，使出杀手锏。竟然这么给力，我也给你们一点福利，就一下下。等等啊，这一位搞不好也很想要吃你。阿公，来个经典。首先，我要谢谢有这么多的好朋友，连着三天，有这么满的满座来看我的宝贝演唱会。为了梅花椒，我觉得我家仔仔真的很可爱，而且越来越帅了。又来到小酒窝，来给我。红姐豆腐吃完还是有认真唱歌的，科科。